我不是景瑜。今天是三八妇女节，这个三八婆子要跟她上去。Hello， 不要跟她讲 Hello， 哎呀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哎呀，哎，又自卑。四年了，梦境中出现的世界信息越来越少，甚至会是黑白。电视机对现在的我来说是多余的。这是我以前的我。妈妈妈妈，妈妈睡觉会不会像金鱼那样都不管眼睛的？盲人手杖是我的先锋，带领着我一步一步向前走。我就是这样的走，踏实的走。小姐，方便做个姓名调查吗？嗯，好的。请问你的名字？杰婷。你送我到这里就可以了，谢谢你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小姐。啊？其实你一个人出来，不害怕吗？小姐，你要去哪？你能吗？不会啊，我用性命走路，并不是双眼。谢谢你看得见我。其实视障并不与黑暗的生活画上等号，失去双眼，失去能力，是社会人士对视障人士错误的判断。乐观的态度让他们积极地面对生活挑战，坚强的信念带领着他们勇敢地走向未来。我们要让社会知道，他们和正常人一样，都有着共同的生活态度。